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，这里是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.5 AM 846，正在为各位播出的是幸福社区。大家好，我是主持人郭郭。我是蓝天，很开心可以在节目中陪伴各位。那么接下来精彩马上开始。一点点凡人善举，一串串感人事迹，一言一行成就平凡中的伟大。幸福社区讲述身边。